利斯的本堂正在重新修葺，它开放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庙堂是如何去进行改建和修复。首先他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建筑，把整个庙堂全部给盖住。我觉得这种就是各种构建、各种改建方法给你看见，包括展示，甚至他希望更多的人宣传它，其实对于老建筑的传承和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改建和维修的整个观摩过程，这个太值得我们学习了。